生日，可是呢，因为这个周末是 July 1st 明天，然后很多地方都关了，连海滩都关了，然后餐厅也没有办法 dining， 所以呢，我们就决定先去吃茶餐前买奶茶。现在只能用网络上 order。公园吃烤鸭，好辣的！怎么会这样？今天是7月4号，也是一样，哪里都没有开，所以就跟家人一起来 hiking， 就在附近而已，圣地马斯。我们就拍到掉下去的瞬间。那也不错啊。哇。哦，绝对没有在做效果，好不好？哦，好紧啊！好，哎呀妈！封顶，快点！你都已经要做 vlog 了，你应该要狂。creator 的精神。我就是，快去！好远哦，只要是有点在那里比个耶吧。你们不去吗？你们这些人爬到一半就不想爬，就趁这一段就可以到前面，上面好像风景还蛮漂亮。咦，我爸走在前面，他每次都喜欢自己去探路。好像是在 Pilis 江附近。
的哟。哇！真差不多。哇！在家后面看烟火，这应该是人家家里自己放的。因为今年 quarantine， 然后政府的那个烟火全部都取消了，然后就在家后面看烟火。隔壁邻居放的，在这里看其实还蛮清楚。来美国之后生日还蛮好的，因为生日都会有烟火可以看。妈妈找我吗？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美国生日，不是好不好？他生日快乐啦！一样啊，现在是美国生日。因为现在你看在放炮，那个是美国生日快乐。对呐。李宁生日快乐，小贤生日快乐，麦克生日快乐，美国生日快乐。大家一起鼓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好老。耶。干嘛？许个愿啊！没有什么生日愿望啊，平常都已经过完了，今年的生日没有办法过一个月，因为哪里都不能去。然后嘞？太干了吧！许个愿啊！希望 COVID-19 赶快结束，不然都没有办法去旅游。再来。就这样，再见。太弱了。